笑向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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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年一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像暖的春风就要吹向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观众，我们欣赏完了少年之音合唱团以及我们的演艺同仁为您唱出的贺年歌曲之后，我们三台联播新春的特别节目到此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为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而奉献自己的心力。不过我们别忘了，要有美好的明天，就有今天的努力。的确是这样子，再次的向各位祝福您年年如意，事事快乐。让我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美好的明天。